在过来这边是打算拍一个视频，是介绍我们当地的一个小丑鱼繁殖的鱼友。我会等一下会拍一些他鱼缸的情况，然后我也会从他这里就是他会送几条那个小丑鱼给我，他自己繁殖的小丑鱼。那我们等一下去他家里面看一下。喂，你好，我看一下你的鱼缸。哇，你这个其实不傻不小的哦，你这个可以做。这个我知道，你之前有发过朋友圈。我家里现在我缸里那条有你这一条这么的，小只的，也是有你小只这么的。哇，那个好凶，也是蛮困难，是人工的，我确定是人工的，因为它的价格摆在那里。嗯，哇，当时很凶啊，打死了我很多。我就这一只本来有两只的，被他打死。你这个是金钻，哦，金钻也是人工的，按纹路来说应该是人工。人工的，这个漂亮，这个是种鱼，不是，这个不是，在外面，我在外面，这个维格买的，那个水家买的。这个我跟你说，你如果愿得去深圳洪湖那里，很多这个尺寸的很普遍的，因为那里有几个香港佬，他会解读，很普遍的这个尺寸的。他卖你多少钱？不会的，这一只好像是80还是100？哦，也不贵，和你这个价钱合理，挂掉很多哎，一定出了问题。我就是他没有帮你解读，不是我说硬骨哦，一定。嗯，你这个鱼缸设计比较特别，说是吧？你这个是我女儿还是会看，不然会这样子，有时候会。他网上看看到灯，所以就拿那个中了一下把它挡住。哦，你有小孩吗？对啊，我小孩，对，小孩要挡一下，不然他会去看那个灯。对，我可以看一下那个。对，啊，对。哦，这个就是，我很脏啊，以前没有。可以看一下灯。以前很那个，比如说。它很脏，里面都是脏。哦，你说红奶嘴就是这里，你哇，这些都是自己分裂的。这个是种鱼。对。我潜水见很多，比较有缘，每一次我潜水都会遇到那个尼摩。是吧？啊，对，每一次都会。你潜水的时候，你留意一下水流不大的地方，你看到那种这些。葵的话，就基本上都会有小丑鱼在那，都有小丑鱼，真的很脏啊，因为太阳里面会照得到。你其实这个还好，你这个这样的水质比较好，比较稳定。它是串在一起的，哦，就跟你里面全部一起水。哦，你一个水冷。对啊，那今年的那个环境不好，时冷时热，所以水冷不敢出来。两条，两条。我就看这条公鱼，中公鱼是黑背，母鱼就是里面跟里面那条是一样的。我这个黑卡准备没电了，坏了，医生，刚才忘记拿电池过来。你要看这条吗？这个是母鱼的种鱼的鱼缸，这个是主缸，是串在一起的。嗯，然后这个是小鱼的繁殖的小鱼。小长大了才拿过来的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对，很小。哦哟，应该看得清楚，应该看得清楚。这边也有。我在这里了。
觉得很脏，我没有去查。没事没事，这个也是种鱼跟母鱼，公鱼跟母鱼。都已经插门人家里面，但是拍的不是很清楚。所以刚才在鱼友家出来，打爆了。现在回到我家里面，这些鱼友刚才打包的鱼，小鱼，我现在就要把它放到我底缸里面，底缸很脏，把它对温，把温度搞到一定，然后再把它放到那个主缸里面。怎么对温呢？就是把那个鱼拿出来，把它放到底缸里面，让它的温度保持一定，就是温度保持一定，然后再把那个鱼拿出来，放到主缸里面就可以。这个时间应该是十分钟左右，我一般是十分钟，看你温差差多少，如果差的高的话，差的大的话就要久一点，我一般是十五分钟已经够了，但是也要看你那个包装的水体大小，一般十五分钟就够，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。好，现在已经超过了十五分钟，我现在把那个鱼拿出我在鱼友那里拿了一些水藻，就是把它放到那个缸底缸里面。还这是鱼。再拿回来的小鱼。都是人工繁殖的，大概，哎呀，我这不叫几公分，很小。现在就把这些小鱼放到主缸里面，放到我的主缸里面。记得放鱼的话，放新鱼的话，最好就是把那个灯关掉。
他把鱼把小鱼放进去，然后过两天再看一下那个效果如何，看那个大鱼会不会大。按道理按这个尺寸是应该不会大的，但是也说不准。如果大的话，就立马把它捞出来，把那个小鱼捞出来。